吴先生，您请。伟仁兄，梁成兄，怎么好几个月不见你的踪影啊？哦，自年前至今，一直在家里写作，未曾出门。哎，伟仁兄，我给你介绍一个好朋友，这位是咱们镇上古道热肠的郝医生吴洪先生，在下吴洪恩，请多指教。哎，先生好。 莫学徐渭人，哎，伟仁兄啊，我改名叫敬义了。敬义，敬节意念之意。于敬义兄，果然与前大不相同。您的意思，以后就叫我哦，可以叫我于敬义，叫我敬义道人即可。俗话说，三天不见如隔三秋。我看敬义道兄，则是三月不见恍若隔世啊。 来来来，请请请，好，请请请，吴先生，请请请，好。哎，魏仁兄啊，今天舍利怎么这么清静啊？李林安几个兄长怎么没见到呀？过年后，舍利人事变动很大呀。哦，请请请，吴先生请。 徐伟仁告诉我，因为民间私自铸造钱币的人越来越多，在高利润的诱惑下，尽管死罪日报终不能止，敢为钱而一生施法的人大有人在。据闻，奸商铸钱用铜，每百斤铜料，销售后可得钱16000文，折合白银23两，也就是说，成本价白银10两。 就可以购入百斤铜料铸钱，得纹银23两，净率就高达1/5以上，因而严重影响民生经济盛举。冯家和一位徽州商人合作牟利，屡犯不均，因此而被抄家。父子五人遭到羁押，按教督察院审理。当我听到这件事后，我的心很平静，不再有任何念头进入脑际。 也没有丝毫报复快感之意。又听说半个月前，黄耀祖兄夜已病逝，多少少年亡，不到白头死，人生苦短，正是世事无常啊。可惜，世俗轮转很难改变，许多不能了悟的后生，还是前赴后继的重蹈覆辙，走着相同的路。 人人立誓，尊奉社规，笃信天地，读书明理，睦善为乐，恒信已固。文昌社以新的面貌展开。县城里这些年陆续新出了许多生员加入我们，而吴洪恩大夫也参加了社团，在这里开办了一间义诊诊所，为贫病交迫的人免费诊治。社团主旨以帮助乡民。 身心两者为主，我捐出小年夜张宣先生赠送的银子28两，留下2两作为生活之需。什么是格物啊？就是要和自己的欲望做搏斗。世俗说是七情，佛家说是五欲，即财、色、名、食、睡。 因此啊，我们必须要能胜过烦恼的习气，心才得以清净平等，得以清净平等，心才能产生智慧。所以啊，任何事情都要先从修身开始。儒家则说，自天子以至庶人，以从修身开始，就是这个道理呀，啊。 哎呀，你说这多好的一座桥啊，都荒废掉了！哎，不修啊，你就浪费了。你看，这河道全都堵了。各位辛苦了，喝点水。谢谢。别客气。
好啊好啊，我说老哥们们，歇会儿，我们休息休息吧，啊，休息休息，那就坐会儿。哎呀，谢谢谢谢，不客气。我看各位啊，都不像是干粗活的，都是些老爷吧？是啊，我们都是夫子，教书的。真是功德呀，岁数都这么大了，难得见。我们呐，一眼就瞧出不是这块料。俗话说得好，这等书生手无缚鸡之力啊，常年如此这般，一年之后我们可以考武状元去喽。如此不懈，大家同心协力做服务的工作。三年后，逢农历甲戌年，于敬义公已经是51岁的人了。他在艰难中依然不折不挠，再一次前往京城参加乡委考试。您找谁？请问，这里是王宇大人的府邸吗？这是王大人的宅子，有何贵干？哦，我这里有吴鸿运先生一封信，要亲自面呈王大人，麻烦你了。这，王大人外出，不在府内。哦，这么巧啊，那就麻烦你了。好。哎，王大人回来了，请您让一让。禀大人，这位先生带来一封信。哦，在下叫于敬义，来自四川青川县。哦，我知道，这是吴鸿恩先生介绍你来的。哦，真是啊。好，好，好，请里面详谈。好，大人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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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。好。啊，哎，好好好。于先生，哦，他信我已经看过了。是吗？吴先生很推崇你的文章和道德呀。吴先生他过奖了。好，你请坐。信中说你要参加今年的乡试。哦，真是啊。哎呀，都这么大一把年纪了，实在是惭愧啊。哎，年龄并不能代表一切呀。科中与否也不尽可能代表食材，你说是吗？哎，墨学实在是不敢以食材自居呀。鸿恩先生还说，乡试入围以后，你要在京城候榜，想谋取一份教职，是吗？真是啊。嗯。那么于先生现在住宿在哪里呢？哦，墨学在朱雀大街一处找了一个旅馆。哦，那这样吧，于先生若不嫌弃，那就搬到我这儿来住，这样也方便一些。不可不可，墨学怎么能打扰您呢？哎，我和吴家的关系也不止一代了。吴鸿恩先生的尊公穆旭公乃是我的顶头上司。当年我跟随他老人家在翰林院修祠，到督察院督事，在升任翰林院侍讲学士等任上，我都是他老人家的部属啊。于先生若不嫌弃，就把我这儿当成自己的家吧。哦，那既然这样，那恭敬就不如从命了。多谢了。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那于先生的生活怎么样啊？还好，还好。好，好，好。
老爷息怒。哎呦，哎呀，别叫我老爷啊，叫我于夫子即可。好，我自己来，多谢啊。哎，乡委在秋季八月的十五日举行，主考作诗由当朝首辅张江龄先生亲自主持，托吴鸿恩兄的福，住进王府府邸，省去了很多的不便。好好好，谢谢啊。大约一个月后就开始考试，试题不算难解，能否得中也没有确实把握，不过以平常心对应，压力确实减轻不少。考后三天，王大人还真是帮我磨到了一份教职，可怎么也没想到，竟然是首辅张江龄先生的公子。首辅张大人邀请一位品学兼优的人，我认为你才是最合适的人选。我向他报告说，你在乡间行了不少的善事，他听了以后是非常的高兴，要想立刻见到你。张首辅大人，哎，是莫须最为崇拜的当今的政治家和改革者呀。他所推广的一条鞭法，是莫须在将来求学过程中要重点学习的科目。哦，如今王大人推荐我到张首辅家去做教师一职，莫须是既惊喜又感激不尽啊。莫须一定请。下官王宇拜见张夫人。丰年，不用这么客气，又不是外人。是是是是，这就是下官推荐的于夫子。哦，莫须于夫子拜见夫人。于夫子，二位请坐。是，谢夫人。首辅大人最近很忙吧？是啊，最近他忙得不可开交，留在大理寺议事。夫子的府上是？哦，回禀夫人，莫须的原籍是湖广江陵。哦，那岂不是跟江陵先生？正是，跟首辅张先生是小同乡。哦，不过现在我已经迁居到四川。现在莫须已经是第三代了。夫人，少爷过来了。母亲好。这是小儿，名叫张湖斌。斌儿，还不快过来见过老师，还有王伯伯。学生拜见老师，见过王伯伯。快向老师行礼呀。是，学生拜见老师。快快请起。谢谢老师。王伯伯好。好好好，这孩子很懂得礼貌啊。你几岁了？都学过什么学科呀？十二岁了，读过四书五经、唐诗宋词、论语，还有孟子、古文观止。好，很好，基础很好啊。斌儿，你先回房去看书，我还有事跟王伯伯商量。是，母亲。老师，王伯伯，学生告退了。好。不知先生对小儿有何见教？聪明，好学，非常有礼貌啊。您是否可以告诉我，要采用何种教学方式？回禀夫人，我以孝悌、忠信、礼义、廉耻、仁爱、和平以及诚敬、谦让作为立身处世的教学基础，另外辅以德智体。哦，为因每个孩童的根性不尽相同，后阶段我想随着他的智力、观念、经验的成长而教授最适合他的学习。嗯，非常好，我认同先生的教授方法。谢夫人。丰年。哎，于夫子啊，不知您的报酬是？莫须不计较报酬啊。
能教这么好的学生，我就知足了，请夫人放心啊。很难见到像于夫子如此胸襟的人呐，这可是小儿之福啊。多谢夫人。夫子在京城可有亲人？哦，我是单身进京，为了是应考乡试而来。哦，故乡尚有何人？有一糟糠，还有一小女。先生何不将家人接来京城居住，就近照应？一来呢，可免两地奔波之苦；二来可免思念之情。不知先生意下如何呀？对，哎呀，夫人真是忠厚宽容。哎，莫雪，这里有礼了，多谢多谢。免礼免礼。到了到了，就是这儿。梅君啊，梅君啊。哎，梁晨。哎，梅君，你回来了。是，咱们家来客人了。来，谁呀？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两位啊是京城张首富家的家眷。是，于老爷您可不能这么说，我们只是首富家拉车的把式，全都是下人，我们晚上在外面车里过夜就可以了。哎呀，这是乡下，是我的家，哪这么多规矩啊。是啊，这么晚了，还是进屋休息一下吧。我们是下人，一定要遵守规矩的。是这样啊，那好，那我们就依了你们。在我家旁边有个教室，你们俩今晚就住在那儿，好吧？那儿有水井，还有炭炉。哎，啊，这些是先生的行李。好，好，好，那你们俩慢走啊，就在那边。看你气派的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哎，赶紧收拾一下。咱们要搬到京城去住了。搬到京城啊？住哪儿啊？首府张大人家呀。是吗？那快进来，慢慢跟我说一说。首府张大人呐，让我去教他的公子。是吗？那还带着我和敏儿？是啊，他是要咱们一家三口人都去住啊。哎呀，这下可太好了，总算有份差事。是是，走走。梁晨，啊，你饿了吧？我去给你弄点吃的。哎，好，啊，来回一趟，风尘仆仆的跑了半个多月，夫人给我们准备了两间厢房住下，也派遣了一位丫鬟特别照顾梅娟母女。到如今长期困顿的生活才暂时有了改变。张大人果然一遇常人，他叫人在我住宿的旁边辟了间教室，要孩子迁就于老师，懂得尊师重道的道理。学生拜见老师。好，好。哎，你坐呀。你有什么问题吗？老师，什么叫格物？好，这孩子的本质很好，相貌好，更知道谦虚，也很用功，私下自省，比较自身幼年，不如他之处甚多，因而体会出每个人的知字福报实在都不尽相同。今天江陵先生来课堂看我，宴请我们一家，餐后即邀我至其书房叙事。请转告宗夫人，她亲手缝制的水蓝色套装令人很是喜爱，非常合身，无论做工式样都令人满意，请代为转达我们对他的谢意。夫人满意就好啊，只怕乡下人做工粗陋，不够精致啊。不可思议呀，一个眼盲的夫人为贴补家计竟然有如此的恒心毅力，真是令人敬佩呀。多谢大人关怀啊。请用茶。好。我听说先生的教学思想方法很务实的，
请大人指导。墨雪只是秉持德性慈善才是教育孩童的重点，实在是谈不上思想二字啊。若说思想，丁卯年晚上上献血，时年不满20，即对大人首创的将所有的衙役杂项归入田赋项目之下，化繁为简，一次缴纳，不但令官民大为方便，更能激发城市工商业的发展，同时又清查了地主所隐瞒的田地，改变赋税子制度，使国库的财政状况大有改善，也就是现行推动的一条鞭法极为醒目啊。哦，这是我30年前我刚进翰林院时的草纲。嘉靖26年进士，由翰林院编修官制止进行学士令翰林史。你对我倒是知之甚详啊。墨学当时是年轻的学生，对古今中外的一些名人多有崇拜啊。这是我10年前比较空闲时对古圣贤著作写下的解说，请先生指正。墨学不敢。请问先生的别号是？哦，墨学前的沿用于静义名讳，不再使用名号了。啊，首府府地教学顺畅，不久从张湖滨一个学生增加到了6个孩童，都是张首府的亲戚子弟，所幸都没有一点国清才子贵家富小儿骄的情形发生。一日，江林先生有诏，为自教授学童们以来，无论课业品德均日渐增进，故欲赠经于我。我敬谢之，又问已有何其他要求。我说只有一个奢望，就是因为已通过省提学官的岁考，科考2级考试成绩列为1等，希望能够元烈入学进修。江林先生当即允许我进北京国子监进修，而且近在咫尺，我获得同学权益，回家再行教学。所谓一举首登龙虎榜，10年升到凤凰池，也正是应了人生如戏剧，角色多变化呀。我在国学读书又过了3年，即万历4年丙子会试结束，因为惦记许久不见的老母亲和妹妹，我请假协同梅娟、于敏回乡觐见。不过这回我们可是带着礼物回家的。慢点啊。嗯，好，这儿呢。哎，好，真棒。敏啊，慢点啊。好，扶着你妈妈。哎呀，哥哥，小苹果。哎，不能这么叫啊，都这么一把年纪了，叫出去别人会笑话的啊。瞧你说的，一家人有情，谁都不像。嫂子，进来可好啊？好，好。于敏啊，姑妈好。于敏会说话了，她懂得跟人交流了。哎呀，太好了，真是佛祖保佑啊！快进来，快进来，快进来。久违的师母，年事已高，行动已趋缓慢，看似没有表情的面容
近看眼帘，显见泪痕。当他看到久病缠身的敏儿竟会表达情绪了，他老人家也禁不住喜悦地搂住了敏儿。开门了，于老爷，于老爷来了，来了。谁呀？大清早的是谁呀？哎，恭喜恭喜，是于老爷吗？是啊，你们我们是来报喜信的，恭喜于老爷科中出贡了。恭喜恭喜！哦，好，谢谢谢谢。哎，小苹果，快去拿赏钱来。哎，老爷不急，您先回回歇着，我们在这慢慢等。哦，那就有劳各位。在这先等一等了啊！好好，我去去就来。外面这么吵，嫂子，嫂子，我哥中进士了，我哥中进士了，我去告诉娘。敬意叩谢，老师师母。教导之恩，孩儿叩谢母亲养育之恩。孩儿，起来吧。谢过母亲。我儿啊，儿啊。母亲，这回我总算放心了。新科进士于敬义老爷是住在这儿吗？京城首府商大人李道。啊，来了。新科进士于敬义老爷在家吗？请开门。京川县县太爷来访，请开门呐。这些年来，诚心念佛，又潜心写出《忏悔录》之故。对于这些骤然而降的荣誉、名望，甚至是富贵，已无任何特别惊喜之感。夏夜初，适逢张首府夫人寿诞，我必须赶往京城暖寿，还要当面感谢知遇之恩。再说，我要赶回去上课了，梅娟则在家中陪伴着老母。朱老叔亲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的啊！谢谢各位，真是谢谢各位。谢谢诸位大人，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是今年丁午新科中的进士于敬义道人。哦，方外之人，这些年来参加科试的不多呀。他本是书生，无奈仕途坎坷，多年下来悟出了一点人生道理，不免忏悔自责，方才改了姓名。但是不同于出家修道人，我特别严请于敬义道人为小儿们教授学问。哦，原来如此。敬义，在座的都是我的至交，你不要拘束。我为你介绍，刚才说话的这位是内务府总管杨公公，这位是都少林院少卿方继怀大人。这位王大人已经见过了，我就不必介绍了吧。莫觉于敬义，向各位大人请安了。哎，不必多礼，来，我们再敬寿星，待会儿再聊。好，来来来来，谢谢各位，再次感谢各位。一场寿宴下来，宾客尽欢，也许是我以谦恭，又不以功成名就为重的心面对。据首府大人后来说，在座诸公对我的印象获得一致好评，又由于首府大人与杨公公府邸近在咫尺，虽然杨公公是大内公公退休，但孤独一个人，年岁大了难免寂寞。他先后收养了五个养子，也想延请我为老师，
于是乎安排在杨府开班上课。没想到第一天上课的巧遇，竟然是解开我一生中心结锁链的关键之钥。去把几个少爷请出来拜见先生。是公公。先让孩子们行拜师之礼，我再引领先生去看教室可好？哦，听公公吩咐。有件事一直困扰着我，我想请教请教。公公不必用请教二字，但说无妨。啊，近年来我也读些佛书，不过就是不能持续，心思混乱，烦恼得很呐。莫学大胆谗言，如果错解，还请公公宽恕啊。哎，但说无妨。如果可能的话，先把心静下来，摒除所有杂念，然后相继念着佛号，由少逐进。公公，不妨可以试一试。哦，于先生品才兼优，我就照着先生所说方法试试看。好好好。啊，参见父亲大人。好，昨天我要你们准备的功课准备了吗？今儿要给于父子看的。准备好了。来，快过来拜见老师。学生们拜见老师。哎呀，快快请起。我们一起去看看教室吧。哦，好好好。哎，公公请。好，请。吴管家，你带路。是公公。哦，公公请。请。好。嗯。公公啊。嗯。我看这些孩子们有大有小，而且有的年龄相符啊。嗯，不瞒你说，五个小孩都是先后收养自无家可归的孩子，来自各地。有的被父母所弃，有的离家出走，命运不同。不过我都视作子侄，一视同仁。哦，好啊，好啊。哎呀，公公啊，你能这么关怀他们，这是他们的福分啊。公公你以慈悲为怀啊。好，公公请。好，请。教室隔壁就是先生休息的房间。哎呀，公公太客气了，我是一个乡下之人，我不习惯。哎，你渐渐就习惯了。哎呀，哎呦，当心。公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今年多大了？回老实话，学生名叫杨中远，有十六七了吧。你还记得你幼年的事儿吗？啊，他叫中远，在他三四岁的时候吧，是我哦。他是公公在南京中都留守司于公办时是督籍道，督籍道在豫州，在豫州。我想起来了，是南京府抓获了一个诱拐孩童的人贩子，这孩子被公安府执事所救，当时恰恰给我遇上。我见他眉清目秀，模样可爱，就于南京府尹要来抚养他。公公是他的救命恩人啊。哎，公子，你还记得你的家乡在什么地方吗？我记不清了，我记得好像有一个叫什么川的地名，还有在大江的船里躲了起来。你爱吃肉吗？我从来不吃。这孩子天生素食，先生，莫非你觉得？公公，
莫非这脚上的痣跟您……公公，罢了，快快请起。我大概已经猜中你们的关系了。孩子，你还记得吗？丢圈圈，死门前12个。 圈圈，小辉啊，我的儿，我的儿啊，我的儿啊，快点，快走，快走。 爷，我真的记起你了。盖过千山之报如是。经上说，佛事门中有求必应，心有至诚，必有所感。我们父子祈求央公我恩准，他不待我说完话就告诉我，他不会做有损应得之事。 况且他多了一个亲家，我们父子对于公公的恩泽和大量感激不尽。首府江陵先生准备殿试后，世皆果为我安排较好的职务。若是从前，我必定是欣喜若狂。唯如今，我知道这一切都像过眼云烟，我已经不再留恋这些了。杨公公带你养大这孩子。 你看他长得多好啊，这是苦了你们一家人，担心受怕的。这应该是果报，这世上不可思议的事太多了。哎，要做正人君子啊。恩人所言极是啊。哎，我们一定铭刻在心。哎，来，首府夫人，请受我们父子一拜。不用这样，拿过来，快起来，快起来。 起来吧，起来吧。于先生苦心教导我的子侄，是他们学业有成，我无以为报。这点银子全当盘缠。哎，不不不，岂能让于夫子白白教书呢？回禀夫人，我们实在不需要这么多呀。如果遇到困窘之人，你就代我帮助他们吧。哎，你们不是有个文昌社吗？是啊。 晚辈铭记在心，二位请留步。好，慢走。这么多年了，眼见从我手中丢失的儿子，又从我手中得回了他，这冥冥中的命运巧合安排，让我们一家人尝尽了难以形容的悲欢离合滋味。萧慧安问的问题很多，年少的他。 本来不知愁滋味，我是在那个伤心的晚上，一夜之间头发变成全白，而他母亲也在当场双眼为之哭瞎。这回，萧慧安真正的伤心的哭了。
姑姑。哦，姑姑。梅娟呢？梅娟在里面。哦，哥哥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是小慧安。小慧安，哥哥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找着她了。谁呀？梁晨。梅娟。你怎么回来这么晚啊？梁晨，来。你猜猜看，他是小慧安。明儿，你说什么？娘，我是小慧安，小慧安。见母亲大人。慧安，慧安，来。你们在那儿干什么呢？妈。哎，哦，你看，妈。怎么了？妈。哎，来。妈，叩见奶奶呀。孙儿于慧安叩见奶奶。
惠安，妈，惠安回来了。哎呦，真的没有想到吧？哎呦，我的孩子，这看来是没有一成不变的事情了。嗯，小杜儿啊，你要感谢天地，还要感谢咱们祖宗保佑啊，才让你又有了这一切呀。我娘所言极是，孩儿我已经铭刻在心。快呀，妈，你坐。妈，娘，请接受孩儿们一拜。妈，于静义公自此以后就未再离开家乡，他造福乡里，为善义利。后来，小惠安也娶了媳妇，一连生了七个儿子，都能平安长大，而且个个有才华。知书达理，愚公老年时身享健康长寿，一直活到88岁，没有病痛的安详而逝。愚公将自己一生的经验用心写成这个故事，无非别的，为的是希望后世子孙以他坎坷离奇的一生引以为戒。世事本来逆多顺少，败易成难，无论环境如何艰困，都需坚守正道，用不正当心思手段得来的享受非常短暂。所谓财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快乐不知何时就会忽然消失。但是有一天，所必须要承受的苦报，却是我们绝对难以想象的。往昔所。